这谁允许你们俩拍摄的？你啊，于总，上次酒店喝酒的时候，你可是答应过的突击拍摄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哎，开门，开门，走，你不认账？啊？起开，不起？哎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走？哎，他，没事吧？来来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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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总裁怎么了？ 力气大怎么了？搞欺负人？谁欺负你了？那你把位置让给我。不让。位置你也不让，节目你也不配合。你说你怎么这么欺负人啊？除了位置，其他什么随便。那我想突击拍摄，行不行啊？行啊，拍呗，随便。拍呗，喝酒。开门呀！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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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做什么菜？火锅吧，刚做过，煮题也扣得上。我刚做过一次吗？为了拍摄，你不还得再做一遍吗？倒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那个蘸料实在是太复杂了，我接不太清楚。你重新编辑一下，我已经发给我。还有，那个陈词也不太够，你多拟一些。我刚摔了一跤，手机不知道飞哪里去了。什么？ 余总，准备好了吗？马上！傻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找借口，就说帮云好把苏可兰约过来呀！对，其实主要就是没有提前说家也行。
后这一部分让他们自己发挥就行了。哎，于总，导演帮你把苏克兰约过来了。嗯，好。你说后面要不要再续？不需要啊。哎，其实我手机不知道飞哪里去了。喂，哦，我马上拍摄，等会儿再说，不好意思啊。也行，先这样子。好。怎么没人接呀？开始吧。服装。叫他带我去。你早点联系。火锅主题的发言，星空，这么少女的吗？番茄，他这么喜欢番茄的吗？现在切番茄。嗯，于总做饭真是百看不厌的。嗯。啊，于总如果要做清汤火锅的话，这个蘸料可是很关键的哟。没错。先停一下吧。嗯嗯。我去拿个手机。啊？他怎么老回卧室呢？我吓死我了！你怎么又来了？蘸料发言的关键词，帮我写在备忘录里。筷子夹起食材入锅，15至30秒，是肉片压长的等待时间。1至3分钟是豆皮、藕片的等待时间。10分钟是肉丸、肥肠的等待时间。哎，于总不会睡着了吧？那我们去看看。于总，于总，干什么呀？私人空间不允许拍摄。拿手机为什么在衣柜里啊？哎，你别动，我来。忍一下，可能会有点疼。自己接一下。手机呢？在辣椒里面加入少许的盐，
还有五香粉，再滴几滴香油，加入一点适当的清水，还有食用油，再进行搅拌。加入桂皮，适当的香叶，五成熟油，加入葱、姜、花椒和八角，香料的味道就进了油里。香菜，这样让香料的味道进了油里，香料的味道就进入了油里，香吗？是不是很想吃？已经闻到香味了，好香啊！再将里面的蘸料全都捞出来，油不能一下放，油温降到六成热，浇三分之一热油在辣椒面上，然后再等到四五成热的时候，再到下一层，再全部浇入，让香味慢慢的释放出来。这样的话，蘸料就完成了。好多讲究啊！焖一下，更香。太香了，火锅果然是永远不会错的选择。为什么人人都爱火锅呢？因为谁都可以在火锅里边找到属于自己的菜。不仅如此，一行人围炉而坐，一起等锅来，等锅开。筷子夹起食材入锅，十五到三十秒是肉片，压长的等待时间。一到三分钟是豆皮、藕片的等待时间。十分钟是肉丸肥肠的等待时间。毛肚七上八下，数着数，越来越临近八，香味也会慢慢的扩散。期待和幸福也会渐渐的满溢出来。幸福和期待也渐渐的满溢出来。最后。火锅是朋友间最温暖的仪式。快点儿！